欢迎来到训练任务，完成任务可领取丰厚的奖励哦。滑动左半屏控制行走，滑动屏幕右侧空白区域控制视角，点击设，首先来学习控制视角，这个是滑动右边空白区域控制视角，拖动左侧屏幕向前移动，请移动到目标区域，拖动屏幕右侧瞄准，以瞄准敌人，开火。拖动屏幕右侧瞄准敌人。在进行移动时，还能同时进行瞄准和转向的操作哦。点击背包按钮，长按开，手指松开为开火，长按开火键开镜，长按开火键开镜，手指松开为开火。恭喜你获得了一把 M， 请点击进入仓库，点击背包编号，可以切换当前装备背包哦。点击装备，替换当前背包已装备的武器。干得漂亮，干得不错，无法战场。竞技模式，来爆破和本。休闲模式，享受生化和阵地的乐趣。嗨，来试试真人，选择竞技模式，前往地图，选择人机试炼，选择地图，开始战斗。
炫耀一下，可以分享你的强力战绩哦。选择地图，开始战斗。恭喜你，我选择任务。前往坚守。将武器更新你的大技能。恭喜你通过选择竞技模式，除了手选择匹配团队战，选择地图，开始战斗。